大家好，咁啊，欢迎大家收睇葵青地区康健中心 Facebook 直播健康 Follow Me。 喺疫情底下，期望同大家携手抗疫，知多啲健康啲。如果想大家想知道更多最新嘅资讯咧，就可以 follow 我哋啦，同 like 我哋嘅 Facebook。咁大家好啦，咁我姓朱嘅，系今日嘅讲者，系葵青地区康健中心嘅护理统筹主任。咁今日讲嘅题目咧，其实叫做心病还需心药医。咁其实咧喺度谂即系嗰啲 topic 啊或者题目嘅时候咧，咁我都见到即系可能我哋呢几个礼拜嘅直播啦，其实都冇特别去考虑即系关于心灵上面嘅健康啦。咁我諗大家成日都講身體健康，或者大家都會考慮到身體上面嘅疾病嘅時候，其實大家有冇考慮過關於心靈上或者心理上面嘅疾病呢？咁當有心理上嘅疾病嘅時候，即係大家應該去點樣面對啦，或者點樣去處理啦？無論係自己又好，身邊人又好，其實當自己發現自己不開心，或者可能有一些情緒困惑的時候，我們怎樣去處理呢？今天主要都會講一些社區上面的支援，或者怎樣去考慮自己去服藥，或者去找一些我們說一些醫療的支援的時候可以怎樣去考慮。所以今天都會圍繞著這一方面，期望大家在這個講座聽完之後，其實都會更加了解什麼是情緒病，或者是心理病，或者是懂得如何去處理咁樣嘅情況。咁啊，首先咧，可以俾大家睇一睇一啲數據啦。我諗其實首先要考慮就係其實香港人開唔開心咧。其實我諗大家都可以反思一下呢啲問題，亦都其實有好多個報告啦，都有寫其實而家香港嘅人點樣去睇自己嘅一啲幸福嘅指數啦，或者係一啲開心嘅指數。咁喺聯合國咧，其實由2012年咧就開始有一個叫全球幸福報告。咁大家會望即係而家睇到個畫面咧，其實就係圍繞住2020年出嘅一份報告。咁其實佢就係訪問咗156個國家或者地區啦。咁就喺2017年至2019年咁樣嘅情況。咁其實就由嗰邊嘅國家嘅人或者地區嘅民眾，其實去評價自己幸唔幸福。咁當然我哋去睇嘅時候，佢哋就會有33個即係 item 啦，去了解自己或者評定究竟佢哋究竟幸福嘅程度係幾多。咁其實喺香港嚟講咧，喺人均收入啦，或者係一啲預期嘅壽命啦，其實都俾得好高分嘅。咁大家都知道其實香港嘅人其實好長壽啦，或者我哋所謂嘅人均收入嘅總值其實都高。咁但係其實咧，你睇翻咧我哋幅圖咧，其實香港人其實最後評定自己咧嘅幸福程度只有排喺78。咁因為其實大家去睇其他嘢嘅時候咧，反而發現自己唔係覺得好幸福啦。尤其我哋會見到一啲指數係來自於比較有錢嘅人，可能會比較覺得自己幸福啲。反而喺嗰個社會不公平底下咧，好多人或者一啲比較貧困啊、基層嘅人士咧，其實就會覺得自己個幸福程度其實比較低啲啲。咁我哋再睇另一份報告咧，其實就係關於一啲家庭幸福指數，咁就屬於本港嘅，咁由香港大學同家福會去做，咁其實都係一段兩個月嘅時間，即係訪問超過2000位嘅人士啦。咁好多人咧，普遍有一半嘅人覺得自己一般般啦，但係另外一半嘅人咧，反而得10.9% 咧係覺得自己良好，反而其他人咧就覺得其實偏低同埋較差。咁所以其實可想而知，其實香港人究竟覺得自己開唔開心咧？有一啲報告其實都有反映到，或者好似大家頭先咁講啦，你靜心去諗嘅時候，究竟你個生活究竟你覺得個情況係點咧？咁好多時人哋去處理一啲情緒問題，或者大家去諗下自己唔開心嘅時候，好多時可以話係淨係。即係華人地區咧，其實全世界有多時覺得有情緒有問題嘅時候就，就諗下睇開啲啦，或者遲啲會冇事噶啦，過咗之後就會冇事。咁大家都認為等時間凋淡啦，或者撐得住，咁就唔食藥啊，或者覺得食一啲揾啲精神科藥物其實唔係咁好啦。咁其實咧，在於咧再睇咧，其實唔係單純你心理健康唔會影響你嗰個生理嘅健康。其實我哋見到好多時。
係自己再諗咧，其實可能好多上班族都會頸緊膊痛啊、肌肉痛啊、胃痛啊、頭痛，呢啲其實都可能反映本身心理一啲壓力嘅情況。咁所以其實身心靈本身就係一個我哋話一個循環，而每一樣嘢咧，其實我哋可以忽視。咁啊，近呢兩年咧，大家其實都會比較壓力會大。其實你會見到最近香港無論每一份新聞都會講啦，一啲失業嘅指數啦，或者係開始大家喺一個之前嘅社會運動啦，或者疫情下啦，其實你會見到香港大學咧早前其實喺一個國際嘅即係醫學權威嘅雜誌裡面啦，即係刺針咧就表達咗一個即係發表咗一個關於香港人精神健康嘅研究啦。咁其實你會睇翻咧，喺即係2019年9至11月裏面咧，就話18歲以上成年人其實5個有一個咧有疑似即係抑鬱症啦，或者一啲創傷後遺症啦。咁其實呢一種嘅發現咧，反而同一啲大型嘅災難啊，或者一啲武裝衝突啊嗰啲地區咧，其實都會類似。咁喺當中咧，喺呢、這個研究當中咧，亦都發現咧，其實某程度咧，香港大學再推算，假如五個裡面有一個有咧，佢哋就會話，其實喺本港630萬成年人裡面，其實已經有37.4%，其實可能已經有抑鬱症啦。其實甚至話11.2%裡面有一啲疑似抑鬱症。咁但係當然啦，大家去諗嘅時候會覺得，其實當然佢哋會有一啲局限嘅，但係其實你問我哋去做一啲每年去做翻啲檢視啦，我哋啲會員嘅情況咧，其實唔單止係年輕人啦，或者係一啲可能大家去諗開咪係參與一啲社會運動嘅朋友會容易有，但係其實唔止嘅，好似頭先咁所講，其實好多長者上嚟見我哋啲護士姑娘嘅時候，都會話其實無論在疫情啦，或者在社會運動底下咧，佢哋都會感受到壓力啦，唔出得街啦，唔見得屋企人啦，或者唔知點樣同屋企人去相處啦，等等都會有呢一個情況發生。咁當然我哋後面咧都會再談及等等啦嚇。其實呢個就係頭先嘅推算圖啦。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咧有抑鬱症狀的人咧，成年人啊嚇講緊，因為18歲以下他哋反而未必有去做一啲評估啊訪問啦，其實都多嘅嚟見到個部分咁樣啦，加上一啲疑似嘅抑鬱症啊，或者有啲人係啦，可能亦都有抑鬱症，加上呢啲創傷後壓力咧，你會見到其實呢一兩年啦，其實香港人其實嗰個精神狀態都未必會係咁好啦。咁呢一個咧，其實會更加推算到，就係話俾大家聽，其實香港有7個人，一個人咧，其實都會經歷一啲咧，即係常見嘅心理疾病啦。甚至其實一年比一年，或者10年比10年推算咧，我哋都見到其實去尋求一啲精神科嘅支援啊，或者係一啲人去評估，發現有精神科嗰方面嘅需要嘅人咧，其實多咗一倍。但係其實某程度上咧，亦都有一啲精神病患者咧，其實唔願意咧去揾一啲專業嘅協助啦。其實某程度上有機會啦，其實可能係驚大家歧視啦，或者係唔知點樣去揾啦。因為其實大體我哋後面都會去講嘅，因為有一啲朋友可能知道社區好多資源，但係唔知點樣去揾一啲資源啦。究竟在哪一些網站或者在哪裡才找到呢，其實都會在裡面會有一個大家有個資訊這樣。也都有一些人會很直接覺得我吃精神科藥物或者看精神科藥物看精神科是否有一些問題發現呢，或者有些發生自己都會很困惑的時候怎樣去做呢這樣。但是其實呢，某程度上大家可以看回這個表，其實呢就是一個抑鬱程度評估工具來的，我們叫做病人健康狀況問卷9啦，其實它有9條問題，主要是給一些18歲以上的成年人 去做。
咁樣其實呢一份咧，亦都係一啲醫管局嘅普通科啦嘅門診有啲計劃咁樣，關於一啲心理健康嘅計劃會使用咁樣。咁但係大家要留意咧，就係呢一個咧未必去處於就可能係一啲即係正式嘅診斷，因為其實就算你喺呢一份問卷裡面的分數是怎樣都是做一個參考，而真正判斷的時候可能都是需要跟一些專業人士做一些傾談才會更加會了解這樣。大家會看到其實呢些題目就是回顧你兩個星期覺得有沒有以下的問題受到困擾啦。第一條就是說你做任何事的時候會不會覺得很沉悶啦，或者根本就不想做啦。它每一條的選項都會是完全不會啦，幾天啦，一半以上的天數或者近乎每一日咁樣。咁第二條其實就係情緒低落啦，抑鬱感到即係絕望啦。咁第三條就係一啲難以入睡啊，或者半夜會扎醒啊，或者相反就係一啲瞓覺時間比較多。咁第三條大家要留意咧，就係未必係即係你要了解就係你係咪成日都係咁，定係你最近先係咁啦？有冇一啲地方係有變化？因為可能明白一啲長者或者一啲成年人本身瞓覺都未必係咁好嘅時候咧，第三條就要留意一下啦。咁第四條啦，就會講緊即係自己覺得容易攰啊，一啲活動力唔係好足夠啊。咁第五條就係無論你食得多或者佢胃口變得差都會係啦。咁第六條咧就係關於唔中意自己或者自己成日覺得自己做得唔好啦，對自己失望啦，或者對屋企啊，或者對一啲身邊嘅人覺得辜負咗佢哋嘅期望。咁第七條咧就係講緊即係好難以集中做事。有一啲長者亦都會係可能話，我平時中意睇電視睇報紙嗰啲，佢哋都變得冇乜動力去做啊咁樣嘅情況。或者第八條啦，你會見到係。有人跟你說你的行動或者說話比以前慢或者比以前的活動多了很多。第九條呢會更加是常見的，就是見到自己說有一些沉死的想法啦，或者自殘的想法啦。這裡呢其實大家都可以自己去試做，更加了解呢現在其實有沒有受到一些情緒的困惑啦，或者一些問題的困惑這樣。大家會見到呢其實個分數呢就是1至4分呢就是沒有啦或者極少啦，5至9分就是少許啦，10至14分就是中等啦，15至19分就是較大啦，20至27分就是嚴重。咁大家咧就要留意啦，其實好似頭先咁所講啦，分數咧只係個參考。假如你自己都認為自己啲情緒唔係好穩定，有啲唔開心，或者都想揾人協助嘅時候咧，嗰個分數其實未必係真係我哋所講嘅咁需要注意，只不過係個參考嚟嘅啫。咁大家要更加留意係自己情緒需唔需要啦。咁我哋去談及一啲情緒病嘅時候，其實我見咧總結大家可能都有以下一啲問題或者係一啲考量，所以就會唔去睇醫生啦，或者唔揾啲專業人士協助啦。咁第一就係可能情緒病係唔係淨係一啲心病，或者係一啲關於情緒上唔會影響身體嘅咧？咁好似頭先咁講啦，其實好多時有一啲我哋常見痛症嘅人咧，嗰排心情唔好咧，其實都會越嚟越痛啊。或者有一啲咧，身邊朋友你可能發現佢話：，我好痛，我全身都好痛，痛咗好耐。咁其實可能佢係有一啲情緒病，亦都你會見到一啲長者咧，之前好好記性嘅，但一排咧開始冇乜記性啦。其實有一啲人咧，我哋話會有一啲叫假性嘅認知障礙症，其實都會是由抑鬱症開始令到他集中不到精神，記性會變得差，甚至我們剛才最簡單的有一些人去太過我們說有緊張啊或者心病的時候，他們都會有一些胃痛啊肌肉痛啊的頭痛的情況啦。去到其實譬如高血壓這件事啦，或者心臟病這件事，其實情緒不好的人真的會激到病，或者抑鬱到有心病都會是有，即是令到心臟不好。本身因為都是一些神經
自律神經的一些系統問題啦，那會因為你成日都抑鬱啊，或者是比較容易嬲啊，咁佢哋都會刺激嗰個自律神經咧，令到容易有心臟病啦。咁到最後，可能啲糖尿病病人咧，嗰排心情唔好咧，其實都會令到啲血糖高企咁。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其實情緒病咧一直都唔係純粹係嗰個心病嘅問題啦，係身體上嘅病都會有反應咁樣。咁啊，情緒病其實係咪一定要食藥咧？好多人都好擔心食藥依一方面嘅問題。因為其實咧就間接去到第三條問題，就是、有些人覺得情緒病食完啦，其實會令到人好發呆啊、呆滯啊，或者一到食會食一世啊。其實好多人都會係咁諗嘅，好多唔同嘅成年人又好，年長嘅人朋友都好，其實佢哋都會有咁嘅諗法。其實患咗情緒病係咪要食藥咧？其實我諗第一樣嘢就一定要揾專業人士去了解咗你而家嘅情況先。其實情緒病不是一定是要吃藥，其實有很多輔助的治療，譬如一些行為的治療啦，或者我們說一些腦的電療啦，那些其實都會幫到不是一定說要吃藥，但是一定要專業人士去介入了解你的情況，才知道究竟需不需要吃藥啦，吃多少啦，多少時間會停啦，轉藥、加藥、減藥啦，其實都需要嘅。咁所以其實輕微嘅朋友咧，未必需要食藥，或者需要食嘅份量都會好少。咁好似以前人哋啲人啲人會講啊，精神病嘅藥咧，精神科嘅藥物其實食完會比較呆滯。其實咧都未必係，因為其實呢一個概念可能係二三十年代嘅一啲概念，但係而家咧啲藥物開始啦，都係比較新型啦，亦都有改善好多副作用啦。咁其實副作用依樣嘢，我諗食咩藥都會有嘅。咁甚至咧，其實唔係話西藥一定先會有，其實中藥都可能會有啦。甚至其實而家你去食一啲食物嘅時候，大家都會提及哦，可能食得豆類、大豆類太多，會有一啲荷爾蒙嘅問題喎，會唔會雌激素嘅問題？其實大家都會咁諗。咁所以其實食藥只需要喺一啲專業嘅醫護底下去處方啦，或者去話俾你聽應該點服用，而你去跟住佢去個處方去服用，其實就會冇乜問題。咁情緒病其實幾時會康復咧？其實咧，以我一個個案為例咧，其實佢好輕微發現嘅時候咧，再去完全唔需要食藥，其實都係半年嘅時間。咁所以其實咧，唔係話情緒病藥食就一定要食一世，反而真係咧要定期去覆診啦，等精神科醫生咧去跟住你嘅病情啦。其實某程度我哋見到第一次患上情緒病嘅人咧，其實可能係半年到啦。咁當然咧，如果再復發嘅，有機會再長時間多啲。咁所以其實有一啲當然我哋都明白，最尾都可能同情緒病同行啦。咁所以其實某程度上咧，都係交俾專業人士再同你傾啦。每一個個案都會唔同。咁情緒病會唔會傳染咧？其實我哋都發現呢啲基因咧，其實父母容易其實本身是一些情緒困惑或者是一些有情緒病的，其實部分呢其實都會是可能會遺傳到去仔女身上啦。咁當然在傳染上面，我哋唔會話好似而家一啲流感咁做呢啲咁嘅傳染，但係其實屋企嘅氣氛咧，或者身邊嘅氣氛，其實亦都會讓咧一啲唔開心嘅情緒咧就會擴展出去咁樣嘅情況啦。咁其實咧，如果話今日咧，我哋都唔會特別牽涉再去講藥物啦，反而就係我點樣喺個生活上面啊，有一啲嘅幫助，或者有啲咩可以做咗啊，等自己開心啲，或者可以去處理得到自己嘅情緒，協助到咧。咁大家可以睇下食物咧，其實都會協助到咧減壓嘅喎，咁都會食出一啲咧即係好心情嘅。咁有啲咩咧？譬如一啲複合式嘅碳水化合物啦，最簡單可能係一啲大家都知道糙米啊、藜麥啊、紅米啊，呢啲其實某程度咧會提供一啲糖分去嗰、那個個腦度啦，啲能量俾我哋啦。咁其實亦都會增加一啲血清素嘅，咁所以其實咧都會有助咧去穩定翻你嘅情緒啦。咁我哋可以再睇咧一啲脂肪酸其實都可以嚟嘅喎。
譬如一啲靚嘅脂肪酸啦，梗係講緊一啲亞麻籽油啊、三文魚啊，或者係一啲堅果油啊，其實某程度咧，佢都可以咧協助你個身體產生一啲咧對心情好嘅一啲荷爾蒙啦，或者係啲神經傳遞嘅一啲協助嘅遞質啦。咁其實佢亦都可以令到你個血清素增加。咁其實某程度有一啲藥物咧，其實咧都係講緊點樣提升你嘅血清素。咁所以有時如果唔係一啲太大嘅問題，或者你知道自己都想maintain 翻維持自己嘅心理健康咧，其實呢啲食物咧都可以協助得到你嘅。維他命 B 集啦，咁其實你見到幅圖啦，譬如三文魚啊，一啲蔬菜啊、堅果啊，或者係牛奶乳製品啦，其實佢都可以協助咧你去穩定嘅情緒啦，令到啲神經系統咧即係正常運作啊咁嘅情況啦。咁啊，然之後一啲鈣同鎂啦，譬如大家可能最識噶啦，飲啲豆漿啊，食一啲芝士啊，或者係啲腰果啊，堅果類啊，咁其實佢某程度都係一啲製造血清素嘅一啲協助產生啲血清素嘅食物啦，咁亦都會令人咧比較放鬆啲嘅，係啦。咁最後咧就係色氨酸啦。其實色氨酸咧，其實有時可能大家有聽過我哋營養師講書嘅時候咧，其實咧色氨酸咧亦都有幫助瞓覺噶。其實所以點解飲牛奶可以即係有啲醫學研究啦，就話點解或者大家去諗嘅時候，點解牛奶可以幫助安睡咧？其實因為都係有色氨酸啦，無論香蕉啊、雞蛋啊，其實佢都可以幫手去令到你瞓好啲啦。甚至可以幫手製造啲血清素啦、多巴胺啦，呢啲其實咧對嗰個心情咧都會比較好啲嘅。咁啊，有啲人就維他命 C 都可以嘅。其實維他命 C 咧對嗰個自由基啦，因為有壓力產生嘅自由基咧，其實都可以中和。咁維他命 C 大家可能都知啦，即係橙啊、奇異果啊，嚇一啲橙黃色嘅食物啊，其實都會有啦維他命 C。咁啊！啲人成日都話係咪食糖啊、食甜嘢可以幫手咧？其實某程度上咧，有啲報告都話咧，其實唔係咁理想嘅，因為喺糖啊同埋甜食當中咧，其實某程度你食咗好多甜嘢，咁啲血糖會升得好快，咁但係亦都會跌得好快嘅時候咧，某程度咧對嗰個集中力啊，或者係對個身體嗰個負荷血糖負荷都唔係咁好，咁所以其實咧突然間食好多。然之後又啲血糖又驟降得快嘅時候，其實都會影響你去面對壓力嘅能力嘅。咁所以其實好多時我哋都話，其實甜嘢可能你會瞬間會覺得好好，但係食完甜嘢之後，其實某程度上你嗰個血糖再落翻落去咧，其實你個人會比較疲倦啲啦。咁啊，咖啡因啦都會係嘅。咁其實咖啡因都會令到你容易瞓唔到啊。咁所以個人都會比較容易。敏感啲啊，攰啲。咁當然咖啡因唔係成日純粹講緊咖啡啦，譬如可樂啊、朱古力啊、茶類啊都會有嘅。咁尤其如果你發現你飲呢啲，其實你都未必瞓到覺嘅時候咧，你壓力大嗰排，其實就未必適合飲用啦咁嘅情況啦。咁啊，當然啦，肚餓嘅時候你一定係壓力最大㗎啦，因為你啲血糖唔夠嘅時候咧，其實人類有一啲我哋成日聽到皮質醇啊，或者腎上腺素會提升嘅時候咧，所以你會見到有好多人，甚至你自己啦，其實食肚餓嘅時候咧，就會變得更加煩躁不安啦，然之後個腦簡單啲就係唔係運作得比好似以前咁正常啦，咁所以我哋都勸喻即係有壓力嘅人咧，就唔好即係。捱住肚餓啦，咁所以其實頭先第一樣嘢，我哋講一啲複合式嘅碳水化合物咧，就會令到你血糖穩定啲，咁亦都會令到咧你啲皮質醇啊或者腎上腺素咧會比較平復啲啦，會嗰個壓力會容易去面對到咁樣啦。咁除咗啲食物之外，其實有一啲我哋話小貼士啦，其實都期望即大家去重温嘅啫。我諗好多人都會知道知。點樣去放鬆自己，或者自己都會諗到自己有啲咩方法可以放鬆到自己。咁但係其實某程度上，當你壓力太大嘅時候咧，你又會係放低咗點樣去好好去愛護自己啦，或者去點樣去令到自己其實冇咁大壓力啦。
咁尤其而家呢段時段，大家都可能為咗啲疫情啊，或者生活上面啊，好多嘅緊張壓力啦。我諗大家首先就可能要明白多啲同人哋分享啦。即係當你唔開心嘅時候，你自己去面對嘅時候，係會好困難嘅。無論你去同邊個人去傾啦，或者你覺得你對佢你可能揾個陌生人去傾，你會覺得好啲嘅。咁其實都可以上嚟我哋葵青地區康健中心做個會員，然之後同我哋啲社工同事去傾啦，咁或者揾啲護士姑娘去傾，睇下我哋有啲咩專業介入啦，或者你話我同屋企我嘅太太、我先生或者係同啲仔女傾會好啲嘅，亦都歡迎啦。咁享受生活啦，其實享受生活唔單止係話唔係話用物質去衡量嘅，反而你係有冇譬如做下運動啊，瞓得好唔好啊？會唔會都有時間去做一啲你喜歡做嘅事情啊？或者真係俾啲時間自己放低自己嘅工作，而係過翻一啲我哋話你平時中意嘅過得享受嘅活動咧咁樣。咁啊，維持正面思想都覺得係好需要嘅，尤其而家時段啦。你會見到即係可能疫情反反覆覆，有時都唔知點樣去處理嘅時候，你都要明白有啲嘢唔係我哋可以自己處理，咁所以亦都要望住希望有啲希望喺個未來當中啦。咁亦都有一啲嘢可能你已經能夠做到，或者自己可以做到咧，咁反而你要計劃下點樣去做啦。咁可能有一啲時段而家有一啲可以諗，其實有啲人咧疫情當中都會諗。以前好忙，而家冇得翻工住啦，或者喺屋企做嘢啦，咁會多啲時間同屋企人去一齊相處，其實都會係一個幾好嘅事情嚟。其實如果大家正面啲去諗嘅話，咁咧大家其實咧都可以嘗試下咧上網啦。咁其實靜觀咧，我諗大家好多人都聽過。咁其實咧又唔係淨係話我哋推空咧，即係 Live Life 330呢樣嘢，其實的都係一個 app 嚟嘅。咁大家可以其實喺 YouTube 啊，或者係好多網上，你會揾到靜觀，其實佢都話俾你聽係啲乜啦。咁只不過係呢一個係一個廣東話嘅 app 啦。咁佢亦都咧喺新生會，即係一個NGO 非牟利機構去研發嘅。咁佢亦都有同中文大學做一啲研究。咁期望就係有一啲人可能覺得靜觀能夠幫到佢啦，或者有啲人想嘗試一下用一啲靜觀方法啊，去幫自己減壓嘅時候咧，其實都可以嘗試一下。咁其實佢會係令到自己即係有意識同嗰個當下啦，接納自己啦，亦都接納自己嗰個而家遇到一啲事情咁樣啦，咁係比較可以幫大家放鬆一個情況嚟嘅一個課程啦。咁其實佢喺美國已經好早嘅時候已經有呢一套咁嘅叫做靜觀嘅課程。咁亦都會見到其實佢都會係一個好長歷史啦，亦都我哋話有一啲嘅醫學嘅報告啊，或者醫學嘅研究去支持啦。無論係一啲長期痛症啊，一啲心理病啊，其實呢一個八個星期嘅一啲靜觀嘅減壓課程咧，其實我哋都見到有效地幫助一啲可能面對緊一啲情緒困惑啦，或者情緒困惑底下有一啲長期病患嘅朋友啦。咁啊，係咁樣啦。咁然之後呢一個就常常我哋都會喺一啲報紙見到。咁因為其實我哋都會見到啦，喺一個世界嘅一啲數字裡面咧，都發現其實有抑鬱症或者情緒病而最後自殺嘅人都會好多。咁亦都係我哋喺親身喺個社區會見啦。其實有一啲人的確打咗呢啲電話之後，亦都係一啲專業嘅人士或者一啲專業嘅義工聽完之後，的確可以喺最後嘅時段咧協助到嗰位嘗試自殺嘅朋友啦，會逆轉翻轉頭啦，會再考慮即係自己呢一方面嘅諗法啦咁嘅情況。咁所以其實呢啲電話咧，其實顯示俾大家睇就係話俾大家聽，其實無論係你自己遇到咁嘅情況，或者是你身邊的朋友遇到咁嘅情況，其實呢啲電話真係協助得到喺個生命嘅最後，即係有一個自殺嘅念頭嘅時候，都協助大家啦。
咁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網頁嚟嘅。呢、這個網頁咧就係、是香港精神協會啦嗰邊做嘅。咁其實咧就係、是、陪我講。咁可能大家好多人都聽過呢一首歌啦。咁其實呢、這、一個網頁咧，你會見到其中一部分咧就係、是、啲社區支援啊。咁喺社區支援裡面咧，你哋可能翻去。撳呢個網站你就會見到咧，其實咧有好多譬如青少年啊、長者啊、成年人啊，究竟喺個社區可以揾到啲咩資源去支援自己咧？咁我諗其實呢一部分大家有好多時都可能唔知啦，或者唔知點樣去接觸第一步啦。咁所以其實咧喺當中呢個網站咧，除咗一啲好基本嘅一啲關於心理健康嘅資訊之外咧，其實我特別想分享就係啲社區支援。如果你站在而家嘅時間係需要覺得一啲社區支援協助你嘅時候咧，其實呢一方面呢一個網站咧係都算係綜合咗好多唔同嘅社區服務，能夠支援到你咁嘅情況。好，咁其實大家都知咧，即係心病或終須心藥啦咁樣。心病還須心藥醫啦。咁下面嗰句咧就係、是、解靈還須係靈人。咁其實咧解靈還須係靈人咧。是一個佛應該是屬於佛教上面一啲經文嘅一條書裡面其實講嘅。咁其實咧就係、是、有一個佛學嘅大師啦，就問大家啦，即係如果一個老虎裡面係條頸掛住個金鈴，咁點樣去解決佢咧？點樣除咗個金鈴咧？咁其中一個人就會答佢，咁咪邊個掛上去咪點？邊個咪識除翻落嚟咯？咁其實呢一個嘢就係話俾大家聽，即係如果你有心病嘅時候，當然能夠幫到你嘅第一個人咧，可能係你自己。無論係咪即時能夠放下，定係你去嘗試踏出你嘅第一步揾支援都好啦，你都需要其實係自己踏出第一步去幫你自己咯。就算有身邊嘅人同你講，可以揾咩咩咩人或者睇邊個醫生，但係如果你唔能夠去自己解除嗰個靈咧，其實再多的人陪伴未必都真的能夠幫得到你這樣的情況啦。所以大家最後一幅圖會見到其實、每一個人呢其實都是獨一無二，大家要相信在個不完美裡面呢其實你都是最完美的那個，所以呢其實你要學會接納自己啦，要學會明白其實你不是你想象中那麼差啦，亦都唔需要同人比較，正正就係因為你獨一無二。咁啊，當然啦，期望就係、是、其實好多人都會講，即係黑夜到盡頭啦，我哋一定會見到光明。咁其實情緒困擾當中係唔係我哋去到所謂黑暗嘅盡頭有光明咧？其實我哋都未必會知，或者你都未必會知。但係相信嘅係。陪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啦，所以如果你現在有一些情緒的困惑，或者在一些情緒上面你想有一些人的支援，不知道怎樣走出這一步，至少我們都會告訴你，我們這間中心啦，或者我們一些專職的同事啦，都會與你同行，走過一些情緒的高山低谷啦。期望只不過是如果你都想找到一些支援的時候，無論你打個電話來我們的中心啦，還是你親自過來我們的中心都好啦，都是一個好的踏出一步啦。如果大家對今天的一些議題有任何的問題想問啦，大家都可以繼續留言啦。如果不是呢，就今天的節目就會結束啦。希望即一些我們說小小的 tips 啦，或者是一些小小的課題，能夠喚醒大家對心靈上面的一個反思啦，或者是怎樣去做啦。明天呢會繼續有我們這個節目啦，健康方面知多一點健康一點。明天呢會請到一位嘉賓的，就是香港創新醫療學會創會會長劉醫生啦。咁佢嘅課題咧就係認識你的疫苗。咁聽日3:30啦，大家都可以密切留意呢個時間啦，等你了解更多關於最新嘅疫苗嘅一啲資訊咁樣嘅。唔該曬大家。